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。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天天地流转。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地成长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，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，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。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好了，好痛！哎呦，好可怜哦！来，妈妈给你秀秀哈。去那个房间哦，去我房间给他睡一下。哦，好好，走走走，我进去睡觉哈。妈妈陪我睡。好啊，妈妈陪你睡哈，乖。哎，先想那讲哈。流行感冒啊，一堆小朋友在看医生。对，小孩子在一起哦，最容易传染感冒的啦。嗯。啊，有没有给他注射哈？有啊。打了一针，可是啊，他哭了半天呢。还好啊，在路上买了汉堡跟薯条，他才没事的。感冒够好吃钱哦。没办法啊，不给他吃哄不好嘛。哎呀，这个臭都没有，实在是。啊，对，妈，这个药呢，三餐饭后吃，睡前呢再吃一包。如果啊他还有在发烧的话，再给他吃里面的退烧药。好，哎呦。啊，他够吃钱哦，先给他出一包药。可能是红妈妈哦，她的世界比较没有烦恼了，就奇怪啊。我看起来未老哦。嗯。桃妈妈年轻的时候也很漂亮哎。嗯。谁年轻的时候不漂亮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年轻的时候最漂亮的、啊、是我妈妈。不然哦，你爸怎么第一眼看到我就被我迷住了？才认识我还不到三个月哦，就跑来跟我求婚呢。是哦。嗯。唔对啊。啊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好像是你自己跟爸求婚的哦。那有啦。有啦，我就是听你说你跟爸求婚，我才去跟许议员求婚的哦。听唔对啦，哪有人查某囡仔去讲求婚，你们更小心啊！有没有听错？明明就是你。你是故意骗我的。哦，我被你害死了啦！全天下一定只有我这个笨蛋自己跑去跟老公求婚呐！哦。你这样很丢脸呢，我这样很丢脸呢，这样以后我怎么做人呐？哦，啊，你现在不是做得好好的，哈，啊，这件代志哦，就你知我知几口知啊？哦，啊，你是在好啥啦？啊，你幸福就好，你管他是谁跟谁求婚哦？啊，话都是你在讲呐。那我说的是有错有啦，你自己想一想啊，你现在有多幸福，就是因为你听了我的话啊，哎。说实在的呢，我眼光还真的很好呢。你爸几颗啦？我以后应该去开一个没人店呢。哦，我配的一定都很幸福。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爸跟几颗啦？啊，你唔捌啦？不是说你爸几颗他们好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，所以要先倒看麦，安尼好啊，唔才会做伙。是哦。哎，那你觉得在你跟他现在那个干咩好？分手的是哦，嗯，我听在你讲，他去他们家吃饭，全家的安安静静，无人咧讲话，无聊到要嗨啦。你想看麦，规桌顶的菜拢无人讲的，迄桌菜好食无？啊，
赞美现在一定很难过啊，他希望又一个人在台中，那么难搞笑。难过？难过什么啦？就才难过两天就好了啊！现在一堆同事还是继续追他，他现在难过的是根本不知道选哪一个啊！这个哦，嗯，所以我就跟他讲啊，如果他要喜欢的，把他带回来家里面，跟我们大家吃吃看看合不合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像那个几口就跟我们吃的很合。哎呀，我就想想说奇怪呢，他怎么每天赖在我们家吃饭？明明就有跟你喜欢，还说说起来的。啊，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啊。哎妈，那你觉得那个富邦跟妮妮跟道也合，真难哟。嗯，真歹道呢。是哦。嗯。啊，那富邦跟倩倩呢？讲有影吼，就好。哈。嗯。怕什么？嘿呀。啊，那个嘞，那个拍熊跟娟娟，要道也合。拍熊跟尖尖哦。拍熊跟尖尖。我现在没灵感啊，你倒来倒去没一个倒的合的哦，开什么没人店啊。嗯，哎呦，退烧了。哎哦，退烧啊。嘿，哎呦，退烧就好了啦。哎呦，时间没早，我去煮饭了。啊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好好好，来。齐康啊，哎，啊，你怎不回公司啊？公司那边我都交代好了，所以没关系。啊，你在煮饭啊？嗯，哎，妈，吃面疙瘩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那你先进去休息，我坐会来叫你。好啊，我去搞冬梅了哈。好。干嘛啊？甜蜜呀。我有时候都好怀念啊，我们那一段骑摩托车的日子哦。那时候我们真的好傻哦，还从基隆骑到冈山呢。哦，我还记得骑回来之后啊，脚都麻到不是自己的。你才知道啊，那时候拔你有多累啊。哦，所以你那时候是要拔我，不是要帮朋友？一边是为了要拔你，一边呢是为了帮朋友。再骑一次好不好？不要。啊，好啦。绝不。啊，拜托啦。哦，你不会怀念吗？不要了，好累哦。哦，那骑到台南。嗯，台中。好。那早一天吧。好。雷光勇，妮妮，你怎么突然跑来了？啊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到底怎么了？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？你一定要说再见才能挂电话，你要记得说再见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再也不可以忘记了，再也不可以忘记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会不说再见了啊，再也不会了。乖，别哭了。是上霍青铜还是像西山公主？我没有女朋友。是哦，那做你女朋友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？难道我不够漂亮吗？没错。我哪里不漂亮啊？认识我的人每一个人都说我漂亮。哎，可能是我跟一般人的眼光不一样。太好了，我最喜欢挑战对我没有兴趣的人。你等着吧，我一定要做你的女朋友。轻飘飘的旧时光，就这么留在我真的好想爱这个孩子。
不是已经被你给赖上了吗？真的好像，我知道。 这些钱你明天拿去市场跟人家把账结一结，好。好。哎，还有，薪水。谢谢拍熊哥。哎，怎么这么多啊？加薪。又加薪，还有红利嘛。哎呀，富华，你好歹是陶家面摊的大股东嘛，对不对？收好，收好，收好了。谢谢拍熊哥。好的啊。 哎，你把这边弄一弄，我回去了啊。拍熊哥，你不觉得倩倩姐的儿子，就是那个永安，他长得跟我哥很像吗？拍熊哥。 你不觉得倩倩姐的儿子就是那个永安？他长得跟我哥很像吗？哎呀，我哎，哎呀，好巧啊，有点像啊。哎，我今天好累，都我先走了。阿勇哥，啊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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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知道什么事啊？没有，没有。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你为什么那么紧张？ 我这辈子这很难守一个秘密，守得这么完整，哎，你就不要逼我破功了啦！哎，所以永安是我哥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哎，这个消息其实也不一定正确了，这，因为我从我妈那边听来的嘛。 我妈说的话你也知道，这不一定能听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了，偶尔啊，她会蹦出几句金玉良言了。这所以我，在之前陶妈还在的时候，我也跟陶妈提过，陶妈也就问过倩倩啦，那倩倩就说不是嘛。这说应该不是啦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，好不好？ 可是，不要可是了啦！你哥跟嫂子现在麻烦已经够多了，你就不要火上加油了啦！哎，我也知道永安跟富邦长得很像啊，这我就选择不要去看他嘛。对了，你如果说我鸵鸟心态，我就是鸵鸟心态啦。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不要有任何事情发生，那就是最大的喜事了啦。哎，你把东西收一收，我要回去了啦。 张楠，那我就直接问了啊。你说吧。永安会不会是我们家富邦的孩子啊？妈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？啊啊，没什么，一时想事情想入神了。在想什么？哎，我是在想啊。 苏怡呢？来来来，你坐下来，我有话跟你商量。
倩倩在加拿大的时候啊，跟我提了好几次搬家的事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妈，我没有意见，你做主就好了。哎呦，你们都要我做主，我就是偏偏拿不定主意嘛。妈，你发脾气做什么？不然这样，等倩倩回来，我们再商量商量嘛。啊，我得赶去医院看妈了。鸡汤好了吗？好了，早跟着盛好在那儿了。妈，我去了。哎。好无聊哦。怎么啦？你不玩那个 game 了？是 game 啦。哎，你听懂我的话就行了，干嘛找太姥姥的茬儿啊？太姥姥，我什么时候才开始去上学啊？下个礼拜就可以跟多美去上学啦。耶！我告诉你啊，多美她是一年级，只读半天，你可是要读全天的哦。没关系啦，上学就不会这么无聊了啊。怎么又犯无聊啦？哎，勇啊，嗯，你还记不记得那天给烫伤的那个老爷爷啊？记得啊，卖面的爷爷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你去看看他好不好啊？他一个老人家待在家里面怪可怜的，你去看看他，看他的手好了没有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要去卖面的地方看他吗？这会儿啊，他应该还在家里头，他家就住在多美他们家隔壁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看他。哎，正好等多美放学。好好好，你可要乖一点喽。我知道了。啊，好，哎，去吧。太好了，拜拜。哎，这我是不是会给自己找麻烦呢？回来了。对不起，我吵醒你了。哎，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在学校里上课吗？你怎么回来了呢？我是来看你的手有没有好一点。过来。考试没考好。嗯，挨老师打。我没有啊。哎呀，男子汉大丈夫要敢做敢当嘛，挨打了就老实说啊。别怕，老爸今天不会打你骂你的。老爸老了，打不动你喽。爷爷，不是啦。什么是不是的？你是老子生的，你就那么一点把戏，我会不知道吗？陶富邦，我说你不要人家老是说你两句，你就沉不住气嘛。嘿呀，走走走，我带你去跟老师赔不是去。爷爷，真的不是啦。哎呀，陶富邦，
逞强啊，是全天下最蠢的事儿了。这做人嘛，就要懂得什么时候该弯腰，什么时候该低头，这才叫做真正的男子汉，知道吗？来，老爸跟你说个故事啊。有一天呢，有个客人来到咱们面摊，他点了一些饺子。爷爷，他就大声嚷嚷的说：“有苍蝇，有啊！”爷爷，爷爷，啊，陶宝宝，你别那么傻，你要跳过去，跳过去人家设计的洞里啊！啊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 ，help help！ 爷爷，爷爷。怎么了？爷爷，爸，爸，爸，哎，帮我把桌子抬过来。爸，爸，你醒醒啊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爸，爸，喂，哎，我这里自强一村。跟救护车去，我爸妈拿了证件之后，马上开车赶过去啊！爷爷怎么了？生病，没事，不用担心啊。那你为什么要哭？因为我怕，我怕没有爸爸。不要害怕。我没有爸爸，可是我妈咪说，只要勇敢就可以抵抗害怕。不要怕，有我在，我保护你。血压太低，所以导致休克了。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没事啦，医生说啊，陶杯要住院个两天观察一下。哦。老婆。嗯。我想要喝水。哦，等等。嗯。这是什么？就是啊，我就突然在想，哎，我就突然觉得怕怕的啦。你看陶妈过世了，陶贝刚刚又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啊，人死后到底可以留下什么？你想留下什么？我都想留下啊。你觉得我们村子啊，有好多好多值得留下来的回忆哦。不是，应该是说，在我们走过的那些时间里面啊，有好多好多好珍贵的东西，我都想留下来啊，留给许多美，留给许多美的小孩，留给许多美小孩的小孩，还有，啊，我的意思是说啦，如果可以把我们村子的故事写成一个剧本，说不定有一天可以拍成连续剧哦。哎哎哎，笑屁啊你！哎，笑有很多种，好不好？这种啊，是我觉得还不错的笑。真的吗？你也觉得还不错？嗯。
可是啊，我觉得写剧本好难哦，我都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写，然后我是要平铺直叙的写，还是倒叙的写？啊，都怪我当初上大学的时候不好好读那个编剧的理论，搞得我现在好痛苦哦。你管那些理论干嘛？我觉得啊，不管是写小说也好，戏也好，最重要的是要把故事说得好听。所以啊，就从你最有感觉的地方开始写起吧。最有感觉啊？哦，我最有感觉的就是我妈了啦。可是她有三分之二的故事都是假的，而且每次的版本都不一样哦。你知道吗？她前几天才跟我说。怎样？许愿，坐下，先坐下，先坐下。我问你哦，当初我跟你结婚的事情，你的朋友都知道是我主动的吗？干嘛？啊，先回答嘛。不知道吧？啊，真的吗？哦，太好了！来，发个誓，发个誓，说你永远不会让朋友知道说是我主动的，先发誓。为什么？哎，很丢脸嘛！你先发誓，如果说出去的话，你就会你没关系，那我后来再想就好了。你先说，你先发誓，快点，发。发誓。所以我在你的剧本里，我会怎么跟你求婚啊？哎呀，等剧本写出来你就知道啦。那你还不赶快写？我在等灵感啦。等不到，先洗衣服好了。哎，这件裤子你要洗吗？老板，忍不住告诉你，你长得好像梁朝伟哦，可不可以让我请你吃饭？麻烦帮我丢掉。废话，不然还要帮你裱起来啊。哎，漂亮吗？不错。错。Yes or no, Pong？ 还不赖。还不赖？你竟然知道人家 Yes or no, Pong？ 眼睛拔一下就知道了嘛。拔一下，我看你是拔了很多下了，你裤子自己洗啊。哎，你连最重要的问题都还没问，你在吃什么醋啊？啊，怎样？我就是爱吃醋了，怎么样？不管她多漂亮，身材多好都没用，因为啊。他不是孙一梅，所以可以麻烦你帮我洗裤子了吗？你干嘛？你以为我是笨蛋啊？上面有电话号码，就算撕碎了拼起来就好啦。现在啊，我要去彻底的毁尸灭迹。我好像从来都没有问过你，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？因为你是一片闪闪亮亮的沙滩。啊？哦，那。
休息一下就去医院。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好，再见。哥，帮爸带两套卫生衣够吧？哥，还是我去医院陪爸爸。你放心啊，我不累，一会洗个澡啊，精神就来了。跟妮妮最近比较好。哎，总不能得过且过下去吧？哎，最近啊，我们稍微敞开心聊聊天啊。那天还聊到要收养个孩子的事。哥，你很想有个孩子哦。谁不想？哎。哥。嗯。你知道今天那个孩子是谁吗？哪个孩子啊？就爸昏倒的时候，在我们家的那个孩子啊。哦，那个小男孩啊，他是倩倩姐的儿子。哥，嗯，你知道今天那个孩子是谁吗？哪个孩子啊？就爸昏倒的时候，在我们家的那个孩子啊。哦，那个小男孩啊，他是倩倩姐的儿子。倩倩回来了，张奶从加拿大接她回来。哦，哥，你不觉得她很面熟吗？哎，倩倩的孩子当然像倩倩啊。我倒觉得她像另一个人。谁啊？你。永恩呐，你快点呐！第一天上课不要迟到了，迟到了不好的。来了。好，来，记得太姥姥跟你说的啊，在学校里面要听老师的话，要爱护同学。嗯，好乖，走，那我们上学啦。富邦啊，你怎么站在这儿发呆呢？嗨，嗨，啊，你找我们有事吗？哦，没，刚好经过，顺道来跟永安说声谢谢，我爸多亏了他。哦，哎呀，那没什么，谢干嘛要谢谢嘞？他应该的。那你没事儿，我要带他去上学了。啊，来，把门关上。啊，我们走了啊，拜拜。张奶。啊。可不可以让我带永安去上学？啊，好啊，
可以牵你的手吗？我已经很大了哎。我也很大啊，那天你不是牵着我的手？因为那天你需要勇敢。原来如此。好吧。重逢了，都重逢了，小君跟娘重逢了，富邦跟儿子也重逢了，真好。爸爸吗？我爸爸好多了，我是想起了以前。以前怎么了？以前啊，我跟你妈咪、一梅阿姨还有长颈鹿舅舅，天天都要往这条路去上学。在这条路上啊，发生了好多有趣的事情。哎，你真的很奇怪哎，人家想起有趣的事都会笑，可是你的样子看起来就很不高兴。对啊，我真的很奇怪啊，可能是以前太好了，现在不太好，所以现在想起了以前，就会有一种失落的感觉。失落你听得懂吗？嗯，失落就是有了又掉了，对吧？对，你形容得很好。那你以前有过什么啊？以前啊，以前我有很多的勇敢，我以为我自己是无敌铁金刚、科学小飞侠。Batman。对 ，Batman。所以你现在失去了勇敢。嗯。而且我现在失去的不只是勇敢。我第一次见到你妈咪啊，也是在这条路上。那时候你妈咪啊，好凶哦！我问她叫什么、啊，她连理都不理我，而且还骂我小太保。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就是说要保护妈咪的那个人。你妈咪跟你说过我？她说你想要保护她，可是长大后发生了很多事，所以你现在不能保护她，所以现在就由我保护妈咪。那你有好好的保护妈咪吗？有啊，像有一次 uncle 不在家的时候，妈咪生病了，就是我带妈咪去看医生的。uncle。嗯，他是我妈咪的先生。你叫他 uncle？ 对啊，他是我妈咪的先生，可是是我的 uncle。你怎么来了？因为你在做梦啊。太好了，这不是梦。你为了测验，明天要留在学校发愤图强。嗯。原来笨蛋陶富邦也可以这么优秀。陶富邦要为汪倩倩优秀。
我知道。我在这里等你。还好吗？还好。他老是把早晚要吃的药跟三餐要吃的药搞混。昨个啊，一下子血压降太低了，医生说住院住个两天就没事了。那你呢？还好吗？不知道。可以告诉我你心里面在想什么吗？我是你太太。妮妮，我好讨厌我自己，真的。为什么呢？我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我真的很糟糕。我自以为我尽到了所有的责任，可是其实我根本没有做好任何一个责任。我对不起我爸，我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责任，我也对不起你，我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，我也没有尽到一个当爸爸的责任。刚才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有一个儿子。倩倩的。春天的花开，秋天。我对不起我爸，我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责任，我也对不起你，我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，我也没有尽到一个当爸爸的责任。刚才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有一个儿子。倩倩的。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呢？那都是你已经拥有的过去了。而且我才要谢谢你，谢谢你把那最后一通电话留给我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如果那一通电话真的是最后一通电话，那我现在遗憾的会是什么？你觉得会是什么？遗憾，跟我发脾气，吵架，这些都是遗憾，但都不是重点。那重点是什么？是我。我一直都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，
富邦，你现在最想要什么？那你最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做回陶富邦。时间它像是河流，慢慢的轻轻推送，有时候像是漩涡，很难静止而不动。开心的伤心的，一辈子能改变什么，能相信什么。游走在梦的尽头，也常常不时回首，擦身交错，谁停留谁又远走。我曾经犯的错，我曾经留下的遗憾，就让它去吧。如果想要回到那过去，但是你我之间存在遥远的距离，试图去弥补破碎的风。我曾经爱过你，因为有你我才学会相信爱情，试图去弥补破碎的缝隙，我学着不放弃。愿你牢记我曾经爱过你，因为有你我才学会相信爱情，关于过去的事就藏心底。